赖清德竞选外套，总统很给面子，民进党全代会登场，展现大团结气势。我们一定要莫忘，名誉绝对高于党意，这是创党前辈的指引，也是民主的核心价值。四年前，我和清德一起参加党内初选，我还记得初选结束后，我说在未来的团队中，清德一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只是同个时间，不到五公里外，凯道上正在游行抗议蔡政府。今天在凯道上有一个集会，这是民主的常态，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声音。正面迎战，显然赖清德也是有备而来。而这回全代会最受瞩目的就是要将排黑条款纳入党章，之前才引发争议，是否冲着前国策顾问黄成国而来？这个制度面的问题嘛，那个之前就已经通过了这个所谓的排黑嘛，哈，那立法院他也通过了这个公职的这个惩罚法，所以不要再把这个事情往我身上讲了，跟我无关。黄成国还是出席全代会，倒是同样也因排黑条款，曾为儿子陈志忠发死谏的前总统陈水扁没有出席。而说到缺席的，还有这次没获提名的立委何志伟，因为人在美国请假，但不免被联想是和王世坚整合不成。我想告我的人，他们应该把国文重修吧。台面上一团和气，台面下自家人还是暗潮汹涌。TVBS 新闻张明汉、田嘉欣、吴坤礼综合 A 圈小组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